那边有一棵小的上升树，那边上面找到这个。好，丽莎，我要给你吗？可以。Olivia found it. Who found it? Olivia. 它会飞走，小心。Thanks for showing me. Hi, 大家好，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我们家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鸡在我们的土地上面，所以我们想要预备我们的土地，我们的鸡舍，让它比较舒服。我们养鸡之前要先把鸡舍还有鸡舍的周围都弄得干净，现在太乱了，有点像丛林一样。所以今天我的打算是用一些 Still 借给我的链锯还有一些锯子来把鸡舍周围的一些野的树都砍掉。 So 希望今天的影片会很疗愈。我们开始。Full charge GTA 26。Hey Dave, you want to hold the camera like this, pointing up at where I cut? Thanks, Julia. I'm going to cut this one here. Okay. Timber! You want to see it? See it? Yeah. Careful, if you want to go inside, you can. The mosquitoes are really bad out here.Hi, girls. Hi. Hi. 你在做什么？我在做煎美国花生。你要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把它剪好。这个塑胶的围栏已经用了六七年了，所以差不多要退休了。现在要换专业型的充电式电锯。这个要用耳塞。我们家周围很多野的上升树，很酸，好吃。OK。女儿刚刚找到的天牛，橘色的，她抓得很大力。小孩刚刚在那边有一棵小的上升树，那边上面找到这个。好，丽莎，我要给你吗？可以。Olivia found it. Who found it? Olivia. Bye, grandfather. Bye. 它会飞走，小心。It'll fall in the water. 旁边是小白笋的湖。Thanks for showing me. Welcome. 住在乡下没错，可以享受大自然。不过如果很久没有出来做园艺看守管理，植物会长得很快，会变成很野。现在要换最大的电视电锯。你的宝宝什么？
在外面工作虽然会累，虽然会流汗跟被蚊子叮，不过也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我很喜欢想到经文，有几个经文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还有希伯来书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把这些外面的环境弄干干净净，有点像你悔改相信神的时候，他会赦免你的罪，神的阳光就会照进来，让你的心里面有平安。现在要开始根据这棵树。乔恩，你在做什么？我在把叶子拔掉。给我们看你采了什么东西啊？这里很多美国花生，这是从这里。What？ 一整个。那么厉害。Hi， Lisa。Hi。你在做什么？我在把叶子放在一堆。一堆。是吗？堆起来，加油。我们一旦相信耶稣的时候，他的圣灵会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开始结更多的果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愿我们一天一天的结更多的这种果子。我们在榨美国花生。拜拜。OK， 大的树都修好了，接下来要清地上的垃圾跟树枝，然后这个围栏要修，我们就可以欢迎新的鸡进来。鸡舍可能要修一下，做新的屋顶。好，敬请期待。因为小鸡的笼子本来放在大门前面，不过因为小鸡的饲料还有大便会吸引苍蝇，前面就变得比较不干净，所以我先把笼子搬到鸡舍里面。虽然还没有好，不过他们暂时可以这样子。搬到这里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完全的长大，那最近下大雨，蚂蚁会搬家，怕会来攻击小鸡。下一个影片我告诉你结果。太棒了。